今天教的这一首歌，叫做《何日君再来》啊，是邓丽君所唱红的一首歌。那它的最低音是哆，那最高音是高音嗦，所以高音嗦哈，其实男孩子的 key 也唱不上去了哈，一般来说大概唱到咪，哦，那所以。男孩子的 key 大概用降咪，哦，如果C调的话唱到嗦太高，所以把它降两个半音，变降咪。那么你 key 的话，哦，就用 F，哦，F 调就是把C调的发当哆，那么它的C调高音哆就变成 F 调的高音嗦，哦，那这一首歌是四四拍的节奏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首歌，我们第一段可以用比较抒情的方式，可以用 T 一第一拍，第二拍用端一二三同步哦，练端 T 一端一，再 T 一端一，刚好是一拍两拍三拍四拍，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改成用刷的方式用 V 的弹法。叉就是蹦，箭头就是恰哈，蹦是一拍，好，然后第二拍用恰蹦，第三拍用蹦蹦，第四拍用恰蹦，哦，这个是标准的十六手的弹法，蹦恰蹦蹦蹦恰蹦，哦，那这首歌它会用到，因为它是 F 调哈，所以它的主和弦就是 F，然后用到哦它的。属和弦就是 C 应该很简单，然后再来会用到它的下属和弦降咪，哦，降咪同学就比较辛苦一点，哦，就是食指要按一二弦的部分要稍微，哦，要用点技巧，然后再来用 G 咪，用到 G 咪，哦，再来 D 咪，好，然后最后用到一个叫做 A 咪，哦，大概这几个和弦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何日君再来。好，这首歌里面有两小节，哦，那它的弹法就不能用 T 一端一，哦，或是蹦恰蹦蹦蹦恰蹦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变化一下弹法，哦，哦，喝完了这杯，哦，哆哆咪哆咪嗦啦哆啦瑞咪，好，你那个时候哆好就要恰一下，哦，喝完了，好，这杯的这，哦，也要再恰一下，就喝的时候恰一下，这的时候恰一下，刚好是一三拍，哦，喝完了这杯，请进点小菜，请的时候也是下一小节的第一拍。小菜的小，好，第三拍，哦，这样才有那个味道，哦，喝完了这杯，请进点小菜，哦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两小节都是两个恰，就是落在一三拍，哦，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然后再来这个地方是 这一段、哦，这一段，哦，咪咪咪嗦咪咪嗦咪瑞哆咪瑞，好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口白，哦，就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，哦，第二次是干了吧，我刚刚是用我没有讲口白，我只是把那个音符唱出来，哦，嗦啦嗦咪哆瑞啦，哦，嗦啦嗦咪哆瑞啦，哦，那事实上邓丽君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有加口白，就是这一段的口白。好，谢谢。相思太
了可悲，轻轻点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嗦啦嗦咪哆来啦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好，第二段我们来用蹦恰蹦蹦蹦恰蹦的弹法，刚刚是用勾弦，现在我们用刷的方式来弹第二段。谢谢。